Hello， 大家好，今日咧又继续啊？点解讲继续呢？因为咧呢、這个 game 咧，我已经玩咗应该第三定第四次啦，即系成个系列嚟，应该第二，应该第三次到啦，第三次左右嘅。咁今次咧就系 15.4 版本啊， 15.4。我之前都讲过咧，特别偏 red 咧系我玩改版以嚟系最中意嘅一只嚟嘅，系啦。15.4 入面应该多了很多一啲嘅新嘅支线啦，新嘅一啲系统啦，一啲功能啦。譬如我听到好似系有 mega 进化啦，一啲嘅好似有接近几十个支线嘅。咁支线我系几欣赏嘅。咁同埋佢应该系跟住特别篇 Red 嗰个剧情一路去啦，一路去嘅嗰、那个剧情。咁我哋继续啦，呢、這个特别篇 Red 好 ，OK。咁可能呢其实呢一个剧情我自己估计应该都会有部分係同我以前玩过嘅都係相同啦。即使第一次玩呢个游戏。係啦，咁今次呢就幸好呢有呢个汉化啦，所以呢就玩中文啦。但係呢最新个版本呢好似唔係呢个版本嚟嘅，最新都係有最新嘅。否？你想跳个关刀剧情吗？跳个关刀剧情其实可以跳嘅，我觉得。不如咁样啦，我哋先睇下关刀剧情系咩先，跟住再重新捞个 save 啦，好嘛？独自逃跑，我呢一个我大概知道啦。呢一度咧之前都有玩过嘅，系啊，玩过一段，玩过一阵子啦。呢度咧就系讲咧，应该五个主角啦。呢度有啊小蓝啦、小红啦、小蓝啊、Red 啊，跟住啊小绿啊、小黄，仲有最后嗰个阿银啊，我唔知个叫咩名。就呢度系讲紧之后嘅剧情嚟嘅，系啦，之后将佢哋全部石化晒，我记得好似系，系啦，迪奥西斯啊，迪奥西斯即系呢个代有奇希斯啦，冇记错嘅话就系、是、好啊，应该将佢哋全部变晒做石化嘅，好，但是我今次最大型啊，系啦，呢一度咧就系将佢哋所有石化晒啦。但其实中间有冇啲新嘅剧情我都唔太清楚嘅，系啦，唔太清楚。不如我哋先玩到最新先啦，因为始终我玩得太多集呢一个嘅特别篇 Red 啦，玩过太多，我相信亦都有部分人咧会觉得睇得太多次咧都会沉闷嘅。不如我哋就先决定去到成都先啦，系啦，去到成都，这是第一次否？你想跳个关都跳过。骨子群岛我哋之前都玩过啦，就系、是、讲有一个馆主啊，啊唔系，应该系话有一个岛主，一个岛主好似系同呢一个火箭兵团有呢一个关系嘅，系啦，咁呢个都可以跳过嘅。你将跳过有关嘅精灵剧情，我获得关键物品重新开始，一些奖励是不可换的。角色物型选择是他从精灵协会叛徒敦美，敦美系边个？唔记得。游戏会假设你同艾希利互动过。哇，喺咁自动被邀请到你，你不介意吗？咩？我开始觉得咧呢一个功能有啲强大啊，有啲强大嘅功能，但系就唔知道会唔会忽略咗太多嘅剧情呢？好，你不介意吗？不介意 ，OK。将饰品盒得到手表、锁匙卡、船飞、HM 零噶，哦，呢啲全部拎晒可以。好 ，OK。星火，哇，呢啲系咩人嚟噶？布兰奇，嗯，怎么了 ？OK， 我哋要走了。我哋一直呃紧你，咩话？我哋系受维罗博士命令从欧雷地区咧派嚟嘅特工。我哋被派到呢一度咧，调查咧关刀地区嘅秘密犯罪活动，所以史巴克，你唔系我表哥，恐怕唔系啦。我叫史巴克咧，系呢一个嘅灵西队队长。我突然之间呢啲科幻片啊，佢知道你个名，你个白痴。我正式介绍完毕啦，你咧，我阿妈知道呢件事噶。我系咧武勇队嘅队，乜鬼叫武勇队啊？你阿妈知啊？而我是卫罗的睿智队队长，多得你母亲我才可以低调进行调查。既然任务完成，我哋冇必要咧再留喺度啦。好，我哋要走啦。作为最信任的助手咧，我哋有责任去履行。冇错，但系咧佢嘅母亲咧冇几耐前去世。喂，我 OK 嘅，冇话算讲得好。你哋咧有自己职责，会挂住你哋嘅。
你知道啲咩？呢个攞住，拎住一只闪电鸟，做咩啊？冇我哋佢就孤单噶啦，万一佢出咗啲咩事点算啊？至少有咧雷鸟喺佢身边，可以保护好自己。过嚟攞住呢个，一只火焰鸟啊！嚟啦，我知道咧，你都想俾个礼物嘅。等阵先，急冻鸟，事情唔会咁简单。急冻鸟系强大嘅精灵，你必须向我证明你有能力驾驶驾驭它。哇，160呢啦，而家应该玩到，我觉得可能要重新玩过我成只 game 160呢，我想体验一下呢啲技能点打急冻鸟啊，皮卡丘啦，疯狂博特放电啦、啊，哇，第一下就急到，真定假？鲤鱼龙啊，先嚟个龙武先，哇，水炮、啊，破坏光线啦、啊，冇得拣。哇，好劲嗰只急冻鸟，佢急冻鸟会否太劲？化飞岩崩应该死啦，一下会杀嘅，我相信。哎，得啦，因为四倍伤害啊。好，去咗我的父母，他们在战争中死去，我并不了解他们，并没有真正受到影响，一直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佢同边个讲啊？呢个系咪有笔定咩？我哋喺度咧，喺度逗留嘅时间太长，快啲走咯！我哋要 ，OK， 再见了各位。吓，呢一度嘅剧情咧特别偏 where 咧，应该最后咧阿妈应该系最终喺最终剧情入面，跟住消失咗定唔知死咗嘅，我记得。哇，小蓝、啊，哇呢个 BGM， 小蓝你翻嚟，仲咩啊？仲大过咗添啊个样。成都虽然好有趣，但关都先系我屋企。总之我想咧过嚟睇下你啊，转头见啦。亲爱的，呢一度其实已经系全我乜都冇嘅。我哋睇下个地图先。地图冇得睇，冇地图睇嘅。呢度系边度嚟噶？冇得睇地图嘅，冇得睇地图喎。系咪要学飞天啊？学飞天睇下先。飞天点样学啊？技能盒，潮船、潜水，冇飞天啊？衰岩、潜水，哇咁低功嘅潜水得60啫咩？巨合斩系嗰啲都冇飞天嘅，8400。咁我依家要做啲咩？突然之间。嚟咗个新嘅剧情，即系新嘅进度啦。我唔知依家要去边。好，不如咁样啦，今集就先俾大家睇下我呢一个嘅游戏，如果喺唔同嘅剧情嘅时候会出现啲咩变化。我是第一次否啦，所以跳过关东跳过啦。哎呀，揿错，我哋跳过关东，跟住去睇骨子群岛睇一睇啦。不如想跳过试骨子群岛唔好。骨子群岛就50呢啦，哦几劲嘅呢个功能，我的天啊，你都大个啦，一定会骄傲，做你最中意嘅菜，我再买咗 Pokemon Let's Go 俾你，乜鬼嘢，我喺度发梦啊，等先，太唔真实，你想做啲咩啊？你从表哥咧要嚟关东住好咯，我要你去咧枯叶镇接佢荡失路，天线之线咩嚟噶？枯叶镇呢度？呢、這个系纯白镇啊嘛，系啊，呢个系纯白镇啊嘛，冇记错啊嘛，系啊，纯白镇向呢度方向行嘅咩？纯白镇呢度可以传送啊，系啊，呢度可以传送，可以去枯叶镇啊，去枯叶镇边度接佢啊？如果我喺呢一度开始有啲唔知道接下嚟要做啲咩？去枯叶镇个精灵中心啊，好似话系，唔系精灵中心呢个啊，唔系喎，你啊，啊系啊系啊，好，我系梅拉个仔，睇下将你精灵训练，呢个就头先嗰个咯，呢个剧情其实我已经唔知道咯，咁讲法，我觉得有必要重新玩过呢只 game， 啊，虽然就。
我想应该大部分跟我以前玩过的一样，但是都会有所不同的，可能难度上或者是人物上。既然是这样，我们再跳多一个看看。咁今集就将会系呢一呢只特别篇 Red 嘅第零集啦，系啦，讲解一下呢只 game 嘅一啲剧情啊。哎呀，揿错掣啦又，是第一次啦，唔系，不是想跳过吗？是跳过关节轨道是，哎，点解又翻翻嚟呢度嘅？呢度跳。好，你想跳过吗？是跳过关节轨道是，你将所有游戏假设你并不介意吗？否，你想跳过关岛剧情吗？是跳过关节轨道。哦，即系话如果佢答唔介意嘅话，应该就继续剧情啊。呢度跳过啦，是，你不会介意吗？啊，你不会介意是，佢就会直接跳到去最后嗰、那个。劇情啦，但系之前嗰啲劇情我有部分应该系唔知嘅，系啊，譬如系骨子群岛嗰啲咧，我都唔太清楚嘅，所以咧呢只 game 应该系要重新玩过嘅，系啦。OK， 咁今次呢一个影片嚟住呢度先啦，系啦，就完全唔系一个试玩嘅影片啦，就纯粹就讲俾大家听呢一个游戏嘅劇情可以去到边啊，同埋呢只 game 更新咗啲咩，系啊，更新咗啲咩，好。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咁啊，期望各位就期待呢只游戏啦，我哋下次再见各位。